科幻类小说《异能融合之宇宙序曲》。异能者团队发现宇宙中存在着一个充满野心和权力望的组织，这个组织由一个强大且残暴的超级反派所领导，他们渴望获得所有异能的力量以掌控宇宙。异能者们必须面对力量的诱惑和个人利益的冲突，并寻找平衡之道。为了解决异能之争，异能者团队开始积极进行力量的交流和合作，他们相互学习和理解，发现力量的真正价值在于如何运用它们为宇宙带来正面的影响。异能者们透过互相的支持和信任，逐渐找到了力量的平衡点。在面对宇宙的威胁时，异能者团队必须团结一致，将各自的力量统一起来。他们进一步融合彼此的能力，创造出合作的力量，以对抗黑暗势力的侵略。异能者们通过克服个人的障碍和嫉妒，成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力量。异能者团队开始将他们的力量转化为守护宇宙的使命。他们不仅仅是个体的英雄，而是代表着宇宙正义与和平的守护者。他们以无私和奉献的精神，用他们的力量保护脆弱的星球和种族，为宇宙带来新的希望。异能者团队的故事将永远流传于宇宙的历史中。他们以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勇气，打造了宇宙的和平与繁荣。